Hello 哈，大家好，我是小白。其实我本身都冇谂住拍噶啦，今次，所以你哋见到我系冇开 cam 嘅。今次条片咧，我本身咧只系录咗喺手机嘅啫。但系点解会有呢条片呢？试完就因为我抽得实在太好啦，我真系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尽情 display 啦，尽情 display 啦，睇完先 display 都唔迟噶。系啦，头十抽咧系用佢嘅券嚟抽嘅，咁咧的而且确咧都仲系好似上次咁样抽成石屎咁嘅。大家可以见到呢十抽其实都真系好垃圾噶，一只有用嘅鹰都冇啊，重复鹰，跟住啲卡又系废嘅。嚟到用石抽嘅头十抽啦，居然有确定啊！嗰刻我心简直就系、是。好紧张，好紧张！到底系咩咧？到底系咩咧？到底系咩咧？龙啊！嗰一下我就系咁样嗌出嚟噶啦，跟住 Felix 就、啊、真系噶！真系中咗！之后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很开心咁样 cap 完图之后 send 咗我哋个龙本 group， 跟住之后我就停了啦，因为谂住我都抽到自己想要条龙啦，那个男人我又唔系好想要，同埋今次咧，因为我准备嘅石咧冇上次咁多，所以基本上我系唔系好想用晒啲石去抽啊。跟住晏多少少咧，我又屎忽痕啊，加上自己冇乜火嘅角色咧、所以我就走咗去咧用自己嘅石咧又抽过啦。今次运气都算不错，抽到火法新的角色之一。其实他的都挺有趣的，我想应该没有其他鹰是好像他这样在几种不同的效果之中揀其中一样东西。如果大家有这个角色的话，会看到他的故事呢，其实他是一个很莽撞的制药师，他会弄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然后搞到自己的实验室爆了几次。招技和他本身的性格呢有一些关联，其实都挺有趣。跟住再几个钟之后咧，因为我嘅努力咧又打咗啲石翻嚟啊，咁所以我又走咗去抽啦。居然又俾我抽到确认啊！其实我冇谂过自己会咁好彩噶，今次剑啊，唔通即系今次嘅新角色？哇，中埋！我觉得一切都是归功于、我没拍住片这样抽咯，我拍住片抽就抽成劈屎咁，不拍片只是录部手机这样去抽反而就没事，因为我第一次抽到 Lily 的时候都好像是这样。所以呢以后呢有什么活动呢，我都是不会好像之前这样拍住片抽的了，我会好像今次这样只是在手机录住这样抽。那好啦，其实条片就来到这里的了，欢迎大家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们今次抽成怎样，我们下条影片再见啦，拜拜。那多位小笨蛋，等迟些有得直播的时候，而我还玩的这个 game 的话，我就会直播跟大家一起玩，兼且报告一下我玩成怎样，我的战力怎样的啦。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